三宝养生课程以中英对照，郭明一点传师的道学部落格，加道场讲题网站2022-0228。加 Three Treasures of I, Kuang Tao 一贯道三宝英文版，加三宝心法浅说，加玄关释疑，作者郭明义，加弥勒书院一贯道资料结集的 Underscore 进修班级法会影片印证显化电子书籍道义讯文等 HTM2022-0228。三宝养生课程以中英对照，郭明一点传师的道学部落格 https://alkyo301.pixnet.net/blog/post/28786349。道场讲题网站2022-0228。https://sites.google.com/site/do-class/01/english Three Treasures of I, Kuang Tao 一贯道三宝英文版 HTM http://www.online88.com三宝心法浅说 http://www.online88.com 玄关释疑，作者郭明一点传师 http://www.online88.com 弥勒书院一贯道资料结集的 Underscore 进修班级法会影片印证显化电子书籍道义讯文等 HTM2022-0228 http://www.online88.com 我们的 FB 粉丝群弥勒书院粉丝群 FB 社团弥勒办公室，你好，各位佛友登录注册搜索，回首夜禅修专辑书籍，前贤著作认识一贯道求道三宝道场修行设佛堂素食显化行义三草普渡训文词语讲题一贯道书籍佛教图书馆进修班一年级进修班二年级进修班三年级进修班四年级进修班五年级法会讲题经典讲题谈主班首页三宝三宝简介背景井号 EDF 零楼五井号 FAFB 一六井号 FFF 二一二井号 FD 一六一零井号 F 三 FF 一井号 DAFAF 三井号 EAEAEF 默认阅读文章三宝心法浅说三宝心法浅说日期2016年10月30日阅读5063次一前言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此乃佛传法与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所付主之语名师指点玄关妙窍以心应心可达涅槃妙境真空妙有之以为奥妙的法门此心法传承不载诸经典文字亦是一般教化法门所无法承传者也先天大道的奥妙与殊胜意在于此唯我等凡夫俗子无功无德何德何能得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道此乃大慈皇及弥勒佛尊大开慈门准许传唱三宝心法之妙义以其至道早日行于天下大放光芒照耀大千也
十八代公常祖师所传官绝印三宝，本为千古不泄非人不传之秘宝，乃诸法之王普备三曹总摄上中下根之心法，故三宝之妙义，深者会其深，浅者见其浅。一般下根之人不能彻悟三宝甚深妙义，只是三宝为保平安消灾改恶之利器，得了三宝若即若离，最多也只是感服在三宝显化之神通力而保持到心火种而已。至于忠诚根人，则把三宝当成脱劫避难通天回天之性物，虽然能发诚心修行，但离三宝真藏甚远，枉费失心成全之一片心血也。上根之气任职三宝，乃为五教妙义千经万典，不出三宝之外，得了三宝全全福音，但心有所住，亦离天然本来。若是上上根人得了三宝，当下即悟自性老清见无极，理天圣成，万善具足，功德圆满，心会太虚，圆融无碍，永绝不昧，缘起性空，同体大悲，作弥勒之眷属，随缘乐愿，待天宣化，同住天盘，化五浊恶世为人间净土，大同联邦矣。此三宝真传，即佛所说之微妙法门，我们应好好的体会。二、平等法与无上法。法门千千万万，何以故？无非对治众生千万种心。因此佛陀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大都是以方便智说方便法，用八万四千法门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六祖坛经，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不论佛门说法、儒门说法，都有显法与违法。佛陀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开演十六次法会的沾佛恩者，其量无数，而能登十位者亦不出寥寥数人。孔门教化有教无类，三千弟子，四配十者，七十二贤，亦多属一般教化之内，此均为平等法，乃依其所好性相专长而导正教化之而已。而无上法乃顿悟法门，明心见性之功夫，大道未普传之际，能得此法真传者，真乃凤毛麟角。佛陀在灵鹫山说法华经时，共八年之久，弟子称百万之众，这依然是平等教化而已。真正无上法之传承，却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中，摩诃迦叶尊者灵悟示机，破颜微笑，知佛陀是众弟子之智慧，为迦叶于此破颜一笑间，大道应心。孔门的传无上法者，为颜回、曾参。子曰：“参乎！吾道亦以贯之。”曾子为此无上法门之传承，以心应心，无法言说。所以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中恕而已矣。真能弃悟大道本体，其为无上法者也。”故佛陀对诸菩萨说法，则以无上法为主，平等法为辅，目的均其能彻悟本性。亦是《坛经无相颂》所云：“法即无顿见，迷悟有持极，指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惜。说及虽万般，合理还归一，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当用心灵悟事机。三，三宝心法之奥妙。白羊弟子当知显象三宝即于因身形象之表面者，乃属平等法，凡诚心求道者，人人可受而得之。至于引为真道，即须受受两者，以心会心，不入他耳。已故白羊三宝，浅者见其浅，深者会其深。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不出三宝之外。望吾等同修，能于三宝上实会正法之眼藏，实觉涅槃之妙心，方能得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无上法也。借由天佛院游记中三观大帝对三宝心法之体悟观想慈悲开示，更深入体会三宝心法之奥妙。玄观巧，一真观想法，浑身四大皆为假，唯有玄观一点真。这一点处名正门，眼耳鼻舌皆生灭之门，唯有此玄观一点是不生不灭之门。人在世受劫数后，倘若魂魄食神不由此正门正窍，就不能了脱生死，正无生法忍。全身唯性是真，身外皆是虚妄不实。因此时时观想此一真，而不让六贼走旁门，心不随外境所转，守玄之妙达到观摩所观之境，则久久功成，观而无观，想而非想，一切随心所欲而皆不逾矩，如常应缘不变，则六根常境常应，常应常境，而超脱六道轮回，已操在自己之手，以守玄之人，最初乃以收万念归一念，收一念而率性，至终则应魔所住而生其心，如此一真观法成矣。即指见月，世尊说法四九皆是慈悲方便，与药治病，而为黄叶指题而已，始终未能显出上乘心法，故方有灵山会上拈花，加叶尊者为笑，别一离言说文字之一乘心法，谓之教外别传。今名师所传之一指妙道，亦是离言说文字与拈花微笑同一会地。名师奉天承运，即是将此拈花微笑之心法重新普照天下，发扬光大。老子一说，虽名得道，实无所得，故不可着一指而已。当明白名师一指是要我们借此之指而见自性明月，故修子切不可作一指之想，切不可指至在此手指头上而忘却其所指之自性真佛。所以不要只执着在玄观一点之上，应魔所住而生其心，而忘其所指的先天本觉无生真人。我们要体会名师之用心良苦，就是要几点传师之旨而识的人人自身都有一位无生真人。六祖坛经云，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要知自心是佛，不可向外求佛，劳心费神而忘了自心真佛。诸佛说法未曾说着一字，不可说不可说百千万妙用，原是自己本有之真。故曰天上天下为道，独尊若是不识此自性真佛，则一切苦修如磨砖成镜，苦死无成，
若知本有此自性真佛，则种种修行如魔欲成净，越魔越光。五字真言：慈心观想法，应结经云混沌初开，定就十佛掌教及七佛智士，三佛收缘。真言之前三字为记述天地宇宙圆会之运行，后二字为末后收缘佛弥勒佛。弥勒慈心之特德，可从其姓名而知。弥勒乃梵语，译成中国话就是慈。弥勒佛最初发心就是从慈心出发。慈悲在一般人之观念似乎相同，其实悲是悲悯心，着重在拔救他人之苦痛；慈是与乐心，众生没有快乐与幸福，要设法给予他。当然，佛心是具足慈与悲的，这也是修道需多行功德，三施勤培之因。而弥勒佛之特德，乃侧重在修习慈心经云：弥勒菩萨最初发心时，即不杀生，不食众生肉，从此以来，都以慈为性。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发愿在五浊恶世里成佛，拔济苦痛之众生，此乃象征世尊之悲心因重。弥勒菩萨当来下生的世界是净土，世界大同，他发愿在净土成佛，人人的享快乐幸福，这象征着弥勒慈心宏博。白羊弟子持念真言，就要与弥勒菩萨一样之发心，随时随地尽自己之力量去帮助别人，使他人的安乐的幸福，所以素食不杀生为白羊法门所重视，因为那是增长慈心的方法。因而白羊弟子信仰弥勒，因持念彼法号，又修习慈心法门，当然会与弥勒佛之慈心相应，而不难上升兜率天天佛愿了。故人们修道要常持真言，观想弥勒祖师皆大欢喜之慈容，就是度人行善布施，多为他人着想，多帮助他人，无心无畏，使慈心时时温暖别人而不执功记德。如此当然必与弥勒祖师结上甚深见佛闻法正果了脱生死之大事因缘也。定慧双修，五字真言乃五教教理凝结而成，从无极理天而太极气天，以至黄极向天，蕴含五教经典之教化，更包含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造化之理。祖师之名号亦蕴含了道的本体与作用，所以体用兼该，定慧双修。体乃每个人如如不动之自性本体，清净本性原来面目，用是将此本性本心去行出来做出来，是本然之行为。用之可以无穷无尽，故曰放之可以迷六合，即是其作用。而卷之退藏于密，收束回来，乐回名师一指处，回归自性清净处也。所以灵性与肉体合，即性与命合，其妙用无穷。体用合一，定慧双修，一本可以散万书，万书中再归一本，归回清净本体，当体成佛。合同赤子观想法，子亥相掐，本含阴阳合一之象，亦是一个孩字，故手抱合同好比手抱一婴孩，手抱孩儿方知父母时，
赤子之心即是天真无邪之自信佛，亦即平常心也。赤子之心非识，非知，非欲，无增爱，无分别，不造作，不执着，天真纯洁，饿来吃饭，困来眠，于事无心，无心于事，一切顺乎天然之流露。若能入此含义，与赤子之心合，与赤子之心同，时时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二六时中随缘而化，心慈不化，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何患道果之不能成熟。望能深解天然如来之甚深法义也。见素报朴，回复本来天真不经修饰之模样，何同报起与世界同，与宇宙同。哲学家有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物尽，此乃契合大我，回归世界大同之佛心矣。亦云一阴一阳之味道，更是明示色空和土之真理。所以子亥相掐，便是报各无极，故而此宝乃世界生根之领悟而契会真道也。以上所言诸法，乃是求道之后，透过种种法门之观想与修持，对大道三宝之体悟与认识。透过如此修持，按部就班，时修时参，将来可以解脱，可以成就佛果。为真正上上根人，则在祖师传授无上法之过程，眼见点玄，耳闻真言，手抱合同，当下开悟见性，顿见自性老。如此心领神会，不宜一步即理天。我们回顾迦叶尊者之破言为孝，曾子之为六祖之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不就是如此当下见性吗？还有我们老前人，前人得道之后信受奉行，悲智双运，就是度众，终身不渝，这不正是领受此大道之无上法而顿见自性老这如来法身吗？此乃三宝心法真传之奥秘也。四结论：三宝实相，实相无相。从音声言语表面上去体悟的是平等法，引为真道，乃以心会心，真正契应理天皇之真，诸天仙佛之真。所以得道弟子是否也应看看自己的心到底真不真。大道实相重在觉行两字，觉行圆满即是佛。觉者，觉玄观之真空如来之意；行者，行玄观之妙有率性之意。觉行圆满，返本还原，同修共勉。打印好书分享李主与三宝心法 Three Treasures of I Quang Tao 一贯道三宝英文版，欢迎到清在注明出处的情况下分享本站文章到 Facebook Line 群组或其他地方，功德无量。Powered by 弥勒书院 Processed in 0.0265 seconds Send queries Save disabled 三宝心法浅说 http://www.online88.com 我们的 FB 粉丝群弥勒书院粉丝群 FB 社团弥勒办公室。你好，各位佛友登录注册搜索回首夜禅修专辑书籍。
前贤著作认识一贯道、求道、三宝道场、修行设佛堂、素食显化行义、三草普度训文词语讲题、一贯道书籍、佛教图书馆、进修班一年级进修班、二年级进修班、三年级进修班、四年级进修班、五年级法会讲题、经典讲题、谈主班。首页三宝，三宝简介。背景：井号 EDF 零楼五，井号 FAFB 一六，井号 FFF 二一二，井号 FD 一六一零，井号 F 三 FF 一，井号 DAFAF 三，井号 EAEAEF 默认。阅读文章：玄关事宜，玄关事宜。日期。2017年5月3日，作者郭明义，阅读5122次。有人指出，玄关窍是道家的，只是被一贯道窃取罢了。回应：首先我要强调，在网络上的交流切磋而非谩骂，不论佛教对一贯道有多么恶意，佛教徒都是我们一贯道系出同门同属释迦牟尼佛、达摩祖师、祖师禅一脉的兄弟。在这里回应只是希望能化解彼此之间的误会，而非挑战或谩骂。玄关窍最早出自道家经典《道德经》所说的玄牝之门。魏晋南北朝道家，清虚无畏，大魏盛行，是当代士君子的主流思想。就在同时，佛教传入中国，达摩祖师的祖师禅也在这时传入中国。当时佛教极力要融入当时的主流文化，也就是儒道思想，以寻求认同。所以当时的大师如僧肇大师著作的《肇论》里面就有很多道家思想，也获得当时道家名士的肯定。慢慢的，道家玄牝之门的悟道关键逐渐形成祖师禅关于玄关的说法。其实在玄关说法落实在祖师禅典籍里以前，玄关的修持早已存在于祖师禅，只是名相的不同。当时的元香宗禅师经常以画圆圈，圆圈中间点出一点的方式来互相印证玄关这个位置的修持。一贯到现在传道时的点玄，仍承袭一样的手势。唐朝中叶，因唐玄宗崇尚道家，道家再度盛行，众所皆知的八仙就是出现在那个时代。于是禅宗的元香和道家的玄牝默默结合，脱胎转换成玄关。所以若要考据玄关二字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时机，反而是出自唐朝佛教的禅宗典籍，而非道教的玄关窍修持。所以要说谁剽窃谁，是很狭隘的画地自限的看待修持。唐朝末年，道家出现代表性人物吕洞宾。吕洞宾得到道家真传后，又拜黄龙禅师得到祖师禅心法，从吕祖传下的道脉，代代宗师都有传玄关的修持法门。所以玄关的修持，正确的说应该是祖师禅的元香宗和道家的玄关窍融会贯通，在吕洞宾实际修炼印证后，而形成后来宋朝、元朝很长时期的玄关窍修持。
宋末元初，全真教王重阳祖师直接提出传香指玄的修炼。一贯道的祖师传承与儒释道祖师传承是重叠的，许多祖师在三教中有些显有些隐。直到清朝十五代祖王觉义祖师将三教会通证名为吴太皇三级一贯大道，传授玄关窍，成为修炼入门的关键。玄关名称如何称不重要，道家可以称谷神，道教称玄关窍，易经称黄中正位，密宗称眉轮，我们称玄关，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修持意义。事实上，在儒释道三家以前，佛陀诞生以前，这个玄关修持就已经存在。四千年前印度流传的一部经文，是湿婆 Shiva 唱给他的伴侣戴威 David 听。其中湿婆 Shiva 提出112个入道法门，我们随便列出几个和玄关修持息息相关的智慧之语。八住意两眉之间，让心灵先于思想，让形体充满精气，直至头顶便有正语如光。十二以两手塞住你头上的七孔，两眼当中的那道空间便摩索不容。十三像羽毛一般轻轻触摸眼球，两眼之间的光明便透入心中，而那便可容纳大千。这些都已精确点出玄关这个位置的修持意义。套一句诗人的话，玫瑰即使不叫玫瑰，还是一样芬芳。A rose by any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眼睛可以有100个不同的名字，但不可改变眼睛的功能是看。玄关不论是谁先发现，谁先提出，谁在受用，重要的是玄关是修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即使科学医学将玄关命名为松果体，一样肯定它对人类灵性精神甚至健康的重要性绝对超过身体任何一器官。所以争辩玄关是谁剽窃谁没有意义，不如在玄关下功夫修持，以提升自己的生命层次，向见性成佛迈进，才是当务之急。愿以此与佛教徒共勉，一贯道与佛教没有怨仇，我们是系出同门的兄弟，在这佛法的末法世，让我们大家一起携手救度众生，以成佛为目标精进修持。有人又说，自信遍一切处，又离一切处，可以说是佛学常识。不止楞严经如是说，许多佛经包括六祖坛经也说，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回应楞严经的重点并不在告诉我们自信在哪里，而是教我们如何见性，如何觉悟。所以在佛陀纠正阿难对自信的种种错误见解之后，请诸位解脱者大阿罗汉大菩萨来讲自己圆通觉悟的经验，最后由文殊菩萨做总结。文殊的总结简单的说，见性的关键在于根尘窘脱，也就是六根要脱离六尘的攀缘，佛性就会现前，问题是要如何做到。大家都知道六根不要攀缘六尘，
《楞严经》说，眩文与身脱，能脱欲谁明？一根即反缘，六根成解脱。闻性和声音脱离，就像耳根和声尘脱离，眼根要和色尘脱离，舌根要和味尘脱离，身根要和触尘脱离，意根要和法尘脱离，六根完全脱离，六尘不再攀缘，佛性即现前，即所谓根尘迥脱，体露真藏。一贯道的玄关修持，就是一种将意念收回玄关时，就能处于根尘迥脱。我常譬喻，我们的手什么都不做时，一定自然下垂；我们的心完全不攀缘六尘时，一定回到玄关。返回玄关不是就住在玄关不动，而是心同时遍一切处。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不是心住在玄关内，而是以玄关窍为中心点，感应到交无处不通。这就是所谓作为尘里转大法轮，于一毛头那三千大千世界，借子那须弥。当然我们不能说玄关修持是唯一的见性法门，法门无量，各有方便因缘。但诚如白居易的正道师，无劳别修道，即此是玄关。玄关毕竟是古来禅师大德解脱者共同开悟的门径。四祖道信也说，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有道亲问，这些道外人士是不是因为没有求道，没有点玄，所以说什么都无法理解玄关修持的奥妙？其实如中庸所说的，修行有二个路线，自成名谓之性，自名成谓之教，有从本性出发的，也有从教条出发的。以教起修者，当明白一切真理，放下一切执着，当六根不再攀缘六尘，就会发现心自自然然地返回玄关，而且发现所谓玄关是不二法门，无内无外，玄关并不是一个处所，是一切的一切。这是自明成谓之教，直接从守本真心守护玄关下手，也是一样放下攀缘，断除贪嗔痴，自然智慧大开。这是自成名谓之性，直接见性。至于佛教徒质疑的密复本心，莫传吩咐，是不是传玄关窍，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强辩不得。一贯道亲只能自己知道，自己受用，无法勉强别人相信。甚至六祖慧能得到五祖的正法心传时，他的同门师兄没有几个相信，甚至斥之为南方魔子。就如同今天一贯道虽有正法演藏的传承，却被斥为邪教，只能笑骂游人，吾有好道，我自修之。打印 Three Treasures of I Quang Tao 一贯道三宝英文版，欢迎道亲在注明出处的情况下分享本站文章到 Facebook Line 群组或其他地方，功德无量。 Powered by 弥勒书院， Processed in 0.028 second S 3 queries SIP disabled。 玄关事宜日期2017年5月3日，玄关事宜作者
郭明一点传师 http://www.onelin88.com